好多三国哦。我这鼠标左键有点不好使。福星没装备呀、啊？你说现在玩啥有装备？我就一件装备，我一共就一件装备。没天选，一共就一件装备，没个玩儿。这把可以玩一个叫做森林的东西，你这一个抠不能抠那边俩人吗？就抠一个呀，给个斗士吧。你们这些三国给我往下退一退。我觉得再上个露露会不会更厉害一点，还能给加点血，还能有点后排虚区。得来了俩刺客给我露露跳了。哎呀行吧，还行，起到了点作用。二打一，他俩是分开的，俺俩没分开。我差一块钱咋整啊？怎么地儿？就这样吧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没有天选之人呢。这波应该赢不了了，这小子给我合了个日炎，确实是摸到办法了。一二三四，看看拿点什么啊、哦？这轮，这个可以拿，这个可以拿，这个可以拿。上来先拿锁着甲。我决定先来个这个，
又给神射手啊。玩不玩了就前二，神射手一玩就前二，没劲是不是？换点玩吧。虽然我可能会遭受某些人的阴阳怪气儿，但是不玩了，上把都玩过了，没关系。小法全杀了，我估摸这小法是全杀了啊！这塔姆给前面搁这扛着，你把这金克斯一杀，嗯，小法全杀，沾沾法强。那神射手拿了 B 前二，100%前二，不前二沾10个嘴巴子，没办法。神射手确实是狠，但是咱不想玩。安妮儿其实可以撇，安妮儿撇了吧，安妮儿留着也没用，你俩把这杀了，维嘉引爆生命值最低的敌人哦，生命值最低，这波你把嘎里奥杀了，小法又全收了，哎呦我操了，这也行，妈呀，这么多塔姆，我的天哪，我要这么多塔姆也没用啊，这英雄不用升上去，浪费钱呢。斗士吧，日炎可以有，给钱了，行，给钱我们不用卖了，科技枪，科技枪蓝 buff 加法爆，先攒攒连胜啊，把这俩撇了吧，没有用了，这俩先科技枪，然后水滴的一会儿再给吧，前排银马也没来，先给大树上上吧，升还是不升，这是一个问题，不升了吧，我们不升，这波升了没意义，也上不了三法师，你也森林呐，同行啊，这是再打死一个，你不是森林，他不是森林，他是九法，他不一样跟我们，不怕啊，我们小法师是要升的，冲啊，雪人小队，
给个小法呗，但我估计是不得想屁吃。这么的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想一想。我们来个瓶盖，正面有小法，反面没小法。反面，那就算了。整个两清小法师直接开始锁血，哟西，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啊！早说呀，原来是想让我白嫖一手啊！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明白没？安妮儿不拿了，我这都升级了，都摁升级了，就不拿了，浪费我的钱，没事。那一会儿不行，拿卡牌凑合凑合用也行，凑合，可以凑合用。沾沾法强，小法师。哎，为啥小法师放技能，技能没出来呀？拿卡牌凑合用。这波我们要这两个加这个，加这个都行。这绿纹好像挺香，我决定把它拿走。拿个蓝 buff 吧，还好他没玩瑞文。这个魔法师里边最好是能有莉莉亚或者是小驴人，可以差个银马寒冰。先把三法师给了。哎呦我这小法师啊，已经有点无敌的意思了啊，兄弟们。已经有点那无敌那意思了。对，来个小驴人。就不要那个狐狸了，那狐狸没用，要莉莉亚。我们的主 C 是小法，上狼人。
升了吧，这波升了，呀，又给个小法师，七银口了，七银口，我们这质量稍微递他一轮吧。哎，可以，差个银马。八人口上个小驴人就完事了，把这蛤蟆给他换一个，再把小法删。狐狸是大哥，狐狸是个屁狐狸，还狐狸呢。没有三法了没关系啊，三法师现在是就是如果你小法师大人只能大70%的那个攻击力。这一顿上牌呀、啊、这给我整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都。这小法再来俩不删了吗，我们七级就递吧，先把小法递到三我们再升也一样的。一顿来小法师，哎呦我操，这小法师！但是你能大两次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把给小法师上个龙爪也行。这家法师血量不错，能不能让小法师抢点人头叠叠法强、啊、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可以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再来一只吧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的！哎呀！哎呀！我不行了！哎呦我这上牌呀、啊！哎呦我操了！这一顿上啊，给我整！哎呀这牌呀、啊！天哪这！一顿上牌，给我一顿上。来了个莉莉娅，1%概率给我来了一个。这皎月女神这可有点厉害啊，这也能晕着啊，这不咬的。哎呦我操，10个球还是差了点意思。兄弟，皎月女神可养不得呀，皎月女神。没东西拿，不知道拿什么。
卡住了，咋办啊？拉营口吧，这我要播种恐惧。不要斗士努努，斗士努努可以，没关系。这咋这么多羊角月的呢？角月能干啥呀？角月很厉害吗？那角月让我小法一个大打1000多。直接给他升了，不墨迹，升，不要这利息了。底下的人太多了，有点卡我了。急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就是急。玩森林小法师，如果前期能直接三星，赶紧三。因为能叠法强，越往后打越狠。现在已经134了。杀一个人叠5点法强，这到底怎么算的5点法强啊？当前法术强度134%加五点怎么的139%啊？我看看，现在134。先杀个鸡，158了，你怎么？怎么158了呢？春哥，春哥加凌风，反甲饮血加饥渴没有用，只能是春哥，春哥加凌风了。没有法爆就只能凑合地儿了。137，反甲倒数第一，倒数第二，给反甲呀。我操！平对了，呵呵，想一想啊，要不等一等，反正血也多，等个选秀啊。但是容易断我们连胜，反正我看看他们都什么阵容吧。这第二名御剑仙，第三名法师，第四名刺客，第五名猩红，第六名猩红，第七名忍者，第八名神射手。给反甲吧，给反甲。
那个杰在一直赢，好像那个杰那家杰也没一直赢啊，这咋输了呢？我以为他要无敌了呢，你这也不行啊，浪费我一个反甲吧，这不，这也没有东西合了呀。杀人刀，饮血剑吧，饮血剑，即刻，哎。我能打死他，我这反甲小法师能打死他，他根本他就没个打，那一个核弹，一废英雄还是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。给个离子火花行，给个泰坦离子火花，春哥都可以，春哥也行，春哥吧，要不春哥被没被拿走了，巨杀也被拿走了，就剩禁夫了，禁夫那肯定不能给你啊，对不对？那能给你吗？我即使卖了我都不给你，我就不给你，我不给你。我不给你，我撇了我都不给你。你要拿哪个我就拿哪个，我要那玩意儿都没用，我给狼人吧。狼人换禁夫换不了，少猎人。一个三星，两个三星，三个三星，四个两星，可以上个剑魔，也可以D，给你们一个选择，你们觉得我是D还是不D？我D不D？那铁都打得不掉血了。地呀、啊，我地我就把努努地上去，我再把露露地上去，再把人马地上去，地吧，他们都没多少血，这把还是地来的划算，地吧，地。把这都升到三，把这个升到三，把这个升到二。老母居不上了，我们地。这波人站了一堆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呀？平对了。平对了，又是一个人平对了，肯定平对，我一看那样就要平对，他没法玩了，我又整个龙爪子，我这狼人跟寒冰又无敌了，他们这基本上就是没法玩了。现在我们必须得来个莉莉亚，或者是来个寒冰来解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尴尬的局面，知道吧？现在必须得来一个解开尴尬的局面，否则这场面上就会比较尴尬。
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，我们可能得升级了，我们得升级了。这个局面布雷莉莉亚我们直接尬住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升级了。狼人是一星，一星就一星呗，他也没啥太大的用。我操，这神射手果然是猛啊！这小子怎么一直没发现他呢？他突然之间给我杀出来了，他突然之间一杀，给我十三连胜，给我杀没了。哎呦我这小子！我们得要一只老母狙或者是剑魔，那突然之间给我杀出来一个程咬金，这个八滴血的这小子一直没看见他，突然之间一出来有点厉害。分开点战，不用招鱼，下边遇上他，不用着急，像打这些这都能打，小法别死就行。死了吗？没死。我们可能会碰着他，再等一轮啊，再启动，再等一轮再启动。应该是碰他了，这波我估摸着这也不用扎堆了，其实就是前排放着后排放着就行了。有血没关系，我还能提升我的质量，他们已经提升不了了。这个森林狼我们要了，这个森林狼必须得要了，来吧森林狼。十五人撤一手，差一只露露，我这七永恒之身能下啥呢？大树能下吗？不能下，没有东西可以下的，我下不了。给我个露露，禁夫也没有用，
我们就上个老母居就挺好。呀，那小子死了，那我不吃鸡了吗？那小子死了的话，射敌换大树，哎，有道理。为什么不早说呢？狼人给我扛住，我小法把他后排全杀了。平队给我平队，拜拜。这把确实是太顺了，你知道吧？确实是有点太顺了，有点忒顺了。结个账，这把顺的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确实，说句实话，有点太顺了。给大家来个小抽奖吧。200块现金红包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扫描一下。